弯弯如海港，夜色深沉，灯火闪亮。一个静谧的清晨，哇，这个景色真的太美了。我们来北加，来加州去了四个营地，每个营地都有一条河，但是另外三个营地的河全都干枯了。终于来到一个有水的，这也是一条河，但这条河水真的很丰富，你看到吗？这是鸭子吧？还是鹅？应该是鹅，但不是白天鹅，是鹅，比较个头比较大。你看这多安静，非常非常安静和漂亮，祥和。Nice。一条池塘干枯的小河，萦绕在村庄的周围。我们虽然也长期的生活在海边啊，但是其实去海边看海看水的机会也比较少。我们周围真的是没有河流的，说心里话，很多年很多年，除了十几年以前温哥华的时候有很多很多很漂亮的河，但是呢像现在这样的有点像德国那个慕尼黑的那些小河，看到了吗？就是听这个声音啊，哎呀，就觉得特别悦耳啊，就觉得一种激情啊，一种感激之心，或者是一种啊，一种很 relax 很放松啊，心里面很舒服的那么一种情感吧，就听到这个小河哗哗哗哗的流水。现在是傍晚时分，你看远处就是那个营地，我们的车在稍微山上一点点，这一片比较开阔，如果水位高的话，现在我站的地方100%应该都是水，你看现在只有大概1/3，这个1/3的地方可以听到这个哗哗哗哗的流水声，也可以看见这个流水，像我们长期生活在干枯的地方的人，看到水真的是很开心很激动，真的是很美。我站在这儿多听一会儿，大家也陪我一起多听一会儿。傍晚时分啊，我们又来到河边散步哈，你看看这个河，可以听到那个哗哗流水的声音吗？前面，然后这个其实这是一片浅滩啊，感觉上就是可能说不定几个月之前或者是一年，水位应该还高1米左右，因为现在所有的那些 mark 呀，那些看那石头那印子呀，好像水位又降低了1米左右。你看，这本来这现在我们脚踩的这些石头啊，应该都是有水的，很多地方看着都是应该有水，但是现在水好像已经很少了。现在是晚上大概6点来钟，刚刚那个山啊都是金色的，但是我们来晚了一步。没有看到那个金色的圣山，否则那个山上啊非常非常漂亮。这是夜晚的 American River。